哎呀，你看奥运会你是希望哪个队赢啊？对，赢是什么？就是 which team，你这是希望哪个队赢？对，which team you wanna 中国 win？还是爱尔兰？哎，中国还是爱尔兰？你给哪个队加油？我觉得爱尔兰，因为爱尔兰没有机会。什么意思？就是爱尔兰什么都没有。哦，爱尔兰好可怜，好，所以偶尔给他们加加油，是不是？对，因为他们得的奖牌很少。嗨，大家好，我是可可，声音有点哑。如果我说我的声音哑是因为看奥运会吼的，你们相信吗？其实不是，是有点小感冒哈，然后加上看奥运会，其实也声嘶力竭的在给中国队加油，所以嗓子现在就是有点沙哑。我呢是一个奥运控，关于中国队的每场比赛，我都会，哎呀，想想08年在北京看奥运会的时候，那个时候真是。一晃之间过去16年了，今年的这个巴黎奥运会正好是假期嘛，然后也没回国，也没有时差，所以看的比赛比较多。对于我来说，我肯定是全程是支持中国队的，然后爱尔兰有些比赛呢，我们也会看，来看一下我家两个孩子，他们对这个奥运会，支持哪个队？队加油！中国队加油！中国队加油！嗨，我刚刚起床，嗓子有点哑哈，然后一大早起来，我们就把那个电脑跟 iPad 打开，我们奥运会。中国的跟爱尔兰的同时看，两个小宝贝同时为两个国家加油，但是爱尔兰得奖牌的几率很少，大部分的时间我们是在给中国队加油，对不对？你是希望中国队赢？我采访一下你，二丫，二丫，你看奥运会你是希望哪个队赢啊？队赢是什么？就是 which team，你这是希望哪个队赢？对，which team？中国还是爱尔兰？哎，中国还是爱尔兰？你给哪个队加油？我觉得。所有两个都有，我觉得爱尔兰，因为爱尔兰没有机会。什么意思？就是爱尔兰什么都没有。哦，爱尔兰好可怜，好，所以偶尔给他们加加油，是不是？对，因为他们得的奖牌很少。但是那个游泳得了一块金牌，是不是？那个小伙子很厉害，我们跟他加油了。然后，你知道吗？好多人跟你说你长得像那个谷爱凌，那个奥运冠军。真的吗？真的吗？我也不知道啊。我听网上好多人，网友这么给我留言的，看见像不像？谷爱凌现在长得一下子长大了，这现在是一个很成年的那种约会。中国，爱尔兰，爱尔兰，你要给爱尔兰加油啊？为什么？因为爱尔兰没有 only 两个，爱尔兰很少，只有两个，所以你想给爱尔兰加油是不是？对，同情弱者。中国有好多。中国有好100，没有中国有1000，没有那么多。那你们俩真是同情弱者，谁少就给谁加油啊！来看看这个比赛，阿斯，China's last。先我说中国，你说加油，OK？中国加油，中国加油，中国加油啊！中国加油，中国加油。那 you say 中国，I say 加油。中国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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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加油，加油，加油，加油！你们两个在玩什么？加油！Who's close? Only China.哎呀，我姐姐他们一家已经回国了，然后家里一下冷清了很多，我朋友们也很难受这两天，是不是？好想小姨他们是。今天呢，然后就开车到海边的布瑞他们那里有个嘉年华，我们来看一下爱尔兰的小朋友夏天都玩些什么。二十，你这做什么鬼？做可爱的脸。啊，你看有人坐在那个上面，看着都吓人。
吓人。你在干什么？他还没给我打、啊、那你跟他打。哦，我是说你跟他打。有、